哎，等一下，是他哎、欸！他也是萨诺斯，直接时间哦。有可能会输哦，哎，这是三张牌，那我们不会输吗？哦，不对，我看这个到底吃了什么？恐龙不够大，应该只有萨诺斯会输啊。32，我的 Blob 也不会赢哦。OK， 他可能在防我的大块头，也说不定啊。不过蛮多大牌都已经出来了，他带奥科野的。地狱火啊，又有跳费。OK。如何改生化女没有变废？生化女其实变强，因为生化女不会被卢克一张克烂。宇宙应当被修正。你自己的牌变负的，你其实还可以用那个用东西飞过去，还可以用歼灭者把变负的东西飞过去。为什么选择打上气？上气等于是13点战力啊，我们手上没有其他牌
战力超过13吗？对不对？我咒神八爪是9，我把心灵宝石移开，八爪就变10啦，对不对？哇，他真的蛮糊的。我所向披靡。Holy fuck！ Oh no！ 上气就没了吗？这家伙只有8，跟他一样。其实他有上气吗？哦，还有一轮，我已经完全没牌了。撤退。他未必有上气啦，可他牌应该是蛮合理的才对。他除了上气之外，我还有蛮多其他东西也都会输的。命运将就他如果 bluff 左，我大概也会炸开。有点阴险呢，那个八爪完全是来抓，完全是来抓 blob 的。还有，我上上季可以恐龙加热，我知道，可是还是会少一路。他也一样有七费，no， 差一。他是直播主，对，他是直播主，我认识，也不能说认识啊，我知道他，他也知道我。啊，满了啊！他没想到，这样够吗？这是5平手 ，What the fuck？经常笑到没声音。几局啊？上你老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打 blob，
就被上气制裁吧。我右边也花很多战力啊。宇宙应当被修正。压迫他，血量压迫，乱拉。然后预期我会填满，因为我那边有血石吗？其实我们这边大概会失去，他可以 XJ 路哦 ，X， 等他手上有 X， 要记得。对，他现在手上有 X。我所向披靡。狙狙。狗屁。哈哈哈哈。OK， 可以。好久没有打赢他了，我很久没有打赢他了。走一场。哦，别的东西。五秒，哈哈哈。OK。他有先手。纸张够大吗？
Oh no！ 这什么鬼？等等。哦哦，没事，应该没事，这张应该够大。哦，平手我赢，超懂。我原先想让中路至少超过五啦，因为他就是六其实比较好。可这张也已经在这了，移不了。现在是黄金征服赛的最后一个对决，赢了的话就有无限征服票。梅杜莎，shit， 哦，葛摩拉掰，这有抽跟没抽其实好像差别不大。还是有一点差了，抽吧抽吧。暴风欲与我闪，有可能是 X 教授。好像赢不了。他撤退了，他也撤退了。OK， 我猜他有末日博士，然后他也没有抽到。末日博士是14，所以他可能也会想要撤退，因为我啥都不动的话，其实会比末日博士大，然后他的 Alias 不运作。其实先打这张我们会有点没办法处理暴风女了。好像应该 snap 他。暴风欲与我闪。OK， 我大概知道他要干嘛。他这边应该要打那个惊奇憨儿，然后把他惊奇憨儿移到右边。他如果要防我这样搞的话，他需要这一轮把 Jeff 移到左边。哦，好，他有防。这样我们战力不够，我们会后手。应该。哦，没有，没有惊奇。他真的还没移动过吗？我应该要断他第六轮吧？
张是怎么？等一下看一下。哦，美杜莎。对啊，我直接把它断掉就好了嘛，让它出不了牌。狙狙。哈哈哈！还想塞垃圾给我？宇宙应当被修正。飞马。对，所以的确有末日博士、昆仑，只要先抽。老天爷！No！ 多了这个费用很难用啊，姑且不用。孟维，哎，我有六点哦，我六点能量 ，OK。梦之维度，直接走。命运将至。为什么他要跟我打？穹顶哦。Oh no! Oh no! 欲与我守。Oh no! Oh no! 哦、oh, no！ 哦、oh? ，这应该是我最大。这是在干嘛？把它堵，我会打这边哦。GG
他的确有 X 教授 ，OK。两张票、哦。